Hello，大家好，我是太翔。我是一个喜欢到处乱贡献各种开放源码专案的软体工程师。我其实想不起来我第一次贡献我的程式码到开放源码到底是什么时候。不过假设我们以 GitHub 账号注册日期好了，去看我第一刚注册的日期是2013年，然后第一个贡献的专案是 PCMNX。这个 BBS 的 Client Side Application，那在这7、8年来，我陆陆续续，参与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开源专案。我家的猫，这中间有一些 pull request，蛮顺利的，合作得很愉快。然后中间有一些 pull request 被批评指教得很惨烈，甚至到最后有一些就是没有被收进去，到涂亮那边很久很久也没人理他。那在这中间这个过程中呢，我归纳了一些经验，就是，有一些为什么有些可以合作愉快的，那很快就收了，有一些就晾在那边很久。我归纳出一个经验，就是核心的概念就是，如果我们的 pull request 可以让 coder 可以轻松的了解我这个提交者项目干嘛的话。那通常来说，大概这个 pull request 就会更容易的，被收下来。那所谓轻松的，就是 code reviewer 所谓他感觉轻松与否，在客观上，例如说他时间多或寡，那主观上就是他是不是有办法一眼看穿我们到底想干嘛。那也许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表达或呈现 pull request 的方式。来改善这件事情。一个对 code reviewer 好的，或者说他可以轻松的了解我们想干嘛的话，的一个方式是每次 pull request 跟动都尽量的小。什么叫小呢？例如说每次的 pull request 都尽量不要超过200行程式码。当实务上我们不太可能会做到，不是每次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没有办法的话，至少每个 commit。不要超过200行。那每个 commit 呢，都尽量是，就是事后最好可以整理它一下，让它以 logical change 的方式来呈现，而不是说今天我做到哪里，然后等下要出去买一个真奶就来 commit 这种时间序的方式来呈现。然后既然我们在每一次的实作完之后都要整理我们的 commit history，所以以我自己而言的话，我除了可以 pull master branch 以外，我还通常我还额外会以 master branch 为基准做一次 replace，让我的 merge commit history 就是旁边那个插出去那一根，尽量跳少一点 commit，这样的话会对未来的出错或是维护，还有自己回去读程式码的时候会稍微在理解上友善一点点。有一些专案呢，他们甚至会做得更激烈一点，例如说 LLVM 这个专案，他们甚至把 GitHub 的那个 merge commit 这个功能给关掉，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完全的严，可以完严格的在管理 commit history 的时候是 linear 的 history，所以如果你去看 LLVM 这个专案的话，可以看到一个他们的 commit history 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直线。那有了 pull request 啊，就是在描述 pull request 是干嘛的时候呢，最好也是尽量简单扼要。所以简单扼要呢，就是说有必要的资讯，例如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修改。那我自己通常也会习惯把测试或验证我的 pull request 是可靠的这件事情也写上去，那也会另外注明说这是相对的，相对而言。比较不重要的补充资讯而已，让 reviewer 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最在意的资讯是写在哪里。那类似于 pull request 的描述的撰写风格，commit message 也有类似的概念。那一个约定成熟几乎是一个惯例的一个风格，就是如画面上所示的，就是第一行通常就只有一行，主旨行就只有一行，而且它
会写明改了什么，然后在 body content 的部分呢，这是解释为什么我会起心动念想要做这个修改，而且可以的话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改这些东西。我自己通常篇幅或是有必要的时候，我也会把测试我这个 commit 的方式也给写上去。然后我不用到太啰，整个描述不用到太啰嗦，因为其实程式码本身应该已经解释了我是如何做出这个跟踪的。然后在最后的 footer 的部分，就是附上一些 metadata，比如说相关的 issue number 跟更多的参考资料等等。画面上呢，就是 git 这个工具自己的 git commit message。就是在这个画面上，它这个 message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你看，它第一行就是说明了，它改了什么东西。然后这第二段跟第三段就是说明了为什么要改。如果我自己第一眼，如果是我自己第一眼拿到这个 pull request，我一定不知道它在干嘛。可是左边它就很明确的说，哦，这个是因为之前有人把这个东西给改坏了，所以我用 revert 的方式把它给改回来，就轻松很多。那如果还有更多细节，大家其实可以 Google 类似的关键字，网络上应该已经有很多大家讨论，几乎是约定成熟的一些规则可以参考。然后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建议，就是如果我自己第一次去参与别人，或是第一次试着去贡献别人的开源专案的话，我通常会从 README 或是改善测试开始。README 的话，反正自己在架设开发环境的时候，迟早都会有一些笔记，那不把这个笔记写下来，给大家，也给未来的自己参考。那 test case 通常是暗示程式可能有的切入点，而且会暗示程式里面相关关键的或是有价值的功能，也是比较值得去花心力去了解的部分。CI jobs 在某些面向上来说，它其实兼具 README，而且是 test case 的特质。CI 本身就是一个会动的 test case，所以从 CI 也许也是一个好主意。有些专案他们，还会有所谓的 good first issue 这种 label，那可以透过问人或者是直接在 issue 对应的 issue tracker 上面找寻对应的 label，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那画面上就是我第一个在 Rust Python 所做的贡献。所以 Rust Python 就是用 Rust 写的一个 Python interpreter。那我在做这个贡献的时候，他带这个专案的人，他知道哪一些比较适合第一次。像我这种完全不会写 Python，但是像我玩这种完全不会写 Rust，但是对 Python 比较熟悉的人贡献。然后同时呢，因为他们目前的进度就是做到，他们把 C Python 的 test case porting 过来，但是很多 Rust 的实作，很多 Rust Python 内的实作还没做，所以那些 test case 会 fail，所以他也建议我从 test case 开始做。那这个 pull request 从我们开始到完成，基本上花不到我6个小时之类的，或更少，我其实有点忘了。但是总之就是一个蛮愉快的合作经验，给大家参考。然后在最后祝大家 Happy Coding Happy Coworking 之前呢，就是欢迎到 GitHub Stack TBBCA 这个 channel 上面找我。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建立台湾第一个黑熊通报募，台湾黑熊募集或是看到一次黑熊活动痕迹的通报平台，利用公民的力量来收集这个各地的募集或是一次活动痕迹的资料。那我们还缺很多伙伴，有包括 front end、back end、project manager 跟 designer。所以如果你是有这方面专长的伙伴呢，请到Slack 上面 TPBCA 这个 channel 与我联系。那接下来就祝大家 Happy Coding, Happy Coworking，谢谢大家。